上漂亮的婚纱是每个女人的梦想。最新开张的 One Dream Studio 里面有上百款的晚装婚纱礼服任你挑选，梦幻款、浪漫款、高贵款、优雅款、传统款，不管是婚纱还是西装，你想要什么款式、什么颜色，这里都有。甚至还有姐妹的伴娘服、家婆的奶奶衫，或者是姨妈姑姐要上台敬酒的晚礼服，这边都可以租借。你们有没有想好出嫁的时候是想要穿中式的龙凤褂，还是西式的传统白婚纱？当然，我们女孩子最在意的新娘妆也是不可以忽略的。这里有专业的化妆老师，你可以放心把造型交给她。如果不知道你自己是适合什么类型，或者一五一十做不了决定，来到这边他们会给你专业的意见，根据你的身形跟喜欢的款式为你挑选适合你的婚纱，再提供你完美又专业的新娘装，还有适合礼服的首饰配搭。女孩们，这里有梦幻拖尾的雪白婚纱，可以完成你的公主梦。当然，新郎也是会微微化上一点基本妆，让你们呈现最好看的一面。他们也会提供你们专业的意见，去匹配筛选婚纱跟西装的配搭。当然，你也是可以告诉造型师你喜欢的发型跟妆容是偏向什么 style， 他们就会根据你喜欢的偏向为你打扮。不想当公主的女人也可以让自己变成女王，呈现属于你高贵优雅的气质。他们会根据你 prefer 的 style 让你呈现出你的自信。喜欢 gentleman feel 的新郎也可以选择欧美 style 的西装，看起来帅气有型，也比较成熟稳重。他们就是会根据你们的 style 来为你们推荐适合你们的婚纱跟西装。当然，除了白婚纱，现在最流行的传统龙凤袍这边也是有。头发的造型跟头饰的配搭也会根据你选择的婚纱来搭配，巧手一动，他们就有本事把你变成你想要的自己。男人如果觉得西装太普通太 common， 也可以选择这一套，把自己变成皇爷的 feel。 不管是新娘的红凤袍还是新郎的黄龙袍，都能带出华人传统喜气的感觉。西式白婚纱、中式龙凤褂，你想要的这边都有。这里的西装有分成好几种不同的类型，比较秀气的男孩们可以考虑他们的韩式西装，穿上了有欧巴的 feel。 除了隆重的出嫁婚纱，这边也是有晚上敬酒的晚礼服，让你轻松带出你的气质。至于欧式西装，它是属于比较 man 的 style， 而身形比较娇小的小姐姐们也不用担心，来到这边一定会有适合你的晚礼服。推荐成熟稳重的男人选择欧式西装。这边还有 Cinderella 的晚装、童话故事里面的晚礼服，现在竟然有机会让你穿在身上，完成从小到大的公主梦，配上你的白马王子，做一次灰姑娘。 One Dream Studio 在11月正式开张营业，现在配合新开张，在这个月有超值得的优惠，你只需要用100块就能买到价值1000块的礼券。这边除了提供专业新娘化妆造型服务跟宴会化妆造型，你要来这边做嫁接睫毛也是可以的嘞。此外， One Dream Studio Academy 也是有招生的哦。想学独门自家手艺的朋友，就算你是零基础没有经验，也可以在 One Dream Studio 完成你自己的梦想。想了解更多详情，就赶快跟 One Dream Studio 联系啦。喜欢我们的作品，记得在 Facebook 关注林时林，点个 like， 在我们的 Facebook 帮我们 share。 不要偷偷自己 download 了再 upload 去你们那边哈。